参加什么课程呢？City 飞行课程。City 飞行课啊，听起来好特别哦。嗯。那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？让自己更平静啊。让自己更平静。对啊，跟同一场连结。哇，跟同一场连结。那你参加这个课程要多少时间呢？两个礼拜。两个礼拜？那你家里你有太太小孩吗？有啊。那你都把他们这样子所以个人的生命发展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咯。嗯，对啊。对，那这个课程有符合你的期望吗？有。有哈。那你得到什么样子的成长呢？在这两个礼拜里，我觉得可以更放松的去过的。哇，太棒了。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哪一方面的能力特别提升了呢？静下来。哦，静下来。因为身本来是很紧绷的，但比较容易静下来。哇，太好了。那如果回去遇到其他的静友对这个课程感到很有兴趣，你会跟他们说什么呢？我跟他说一定要来。哦，一定要来。太好了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。